计划是找一条大家拢行的人生路，咱将伊个时间交予老师。感谢大家。感谢。这世间，你活了，满意也无满意，幸福也无幸福，其实拢在你。你家己怎样？伫咧想，伫咧看。你满意吗？你幸福吗？常常伫只即句话背后，你现在是你甲身边的关系搁较歹。你甲身边的关系若真好，你就感觉我真幸福。你甲身边的关系若无好，你的人生、你的生活就真不准，所以你幸福吗？其实是咧，已经伫咧问着你甲身边的关系，是一个道理，就是安尼。啊，这个就是咧讲着关系的基础，你甲人的关系，你甲上帝的关系。今日短短时间，甲大家人三甲来思考。找一条大家拢会当行的路，社会上常在拢伫咧拼一项事，想赢一项事，赢甲输的中间，常常要取真困难取得一个平衡。红个某想赢一项事，袂见中间想赢一项事。常常咱人甲人斗阵的时，拢有真侪袂好势，意见袂无相像。想要赢，想要输。阿公阿要煮店，阿妈要煮店，阿妈要煮店，阿等两个小花，拢挂店。敢若咸，食咸食正，阿就会互一个店长弄挂了了。咸甲正有真要紧无？无，迄拢是小事。一个店店长，迄是大事。意思是讲，常常伫咱的人生，伫咱的每一个生活的中间，若无细腻兄弟姊妹啊，你拢为着一个小代志，非常小的代志，你只甲真要紧身边的人的关系是阿公阿爸阿妈，或者是公公姐甲老哥哥啊，也搁会为着咸甲正，两个拢拍拼。食老来也搁会为着这个咸正来弄瓜鼎，请问少年的弄了是较厉害还是啦？因为年纪来轻，有当时啊，迄个性地就那歹，所以弄瓜了弄瓜的物件就那凄惨。社会一般拢伫咧钱输赢，不过因为伫这个家。要按照对圣经来帮助咱，让咱会当做一个基督徒，有一个真早就找到一条路。基督徒，咱会当培养一个无同款的心性、人格、生活同文化，是甲这个世间无同款。另外，伫咧讲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边寸步难行啊。讲迄、那个得理不饶人，但是咱要按怎样的信用加咱得理且饶人。真侪时阵我都有理，啊我都有理，啊有理就感谢主。你已经有理啊，感谢主。有理啊，怎徛咱遐就好，唔难阁出代志。互别人的无理，互别人的唔对，互别人的欠亏。让伊继续存在伫伊个心中。你若有理，然后搁强落去个时，有理个人强了，安尼才有理。到尾也无理，安尼嘛唔对。所以，立位咱个着通过信仰一个提醒啦。伫迄个输赢个中间，伫人甲人个中间，咱真正伫咧追求一个关系和谐。迄、那个和谐，你若有法度通得到。就不在于你身边的人是好阿歹，我常常来讲一句话，
你的好朋友常常拢比你所无爱的人更加歹。注意我讲这句话，你稍微检查看卖啊。你的好朋友，你现在的身边的好朋友大心呢，常常比你所无爱的人更加歹，更加无信用，更加无老实，更加靠不不足。但是你都奇怪，这个人你都敢会下？所以你会下的人，不一定是好的人。伊的经济条件真侪欠点，啊！你哪会甲伊会下？因为逐摆你若甲伊斗阵，恁两个话，出来出去。伫班上常常拢一名、二名、三名，常常互相咧斗争，互相袂下。但是甲咧无啥会合作，大家人阁是好朋友。我的意思是，伫你身边的人无影遐尼歹，伫你身边的人嘛无影遐尼好。咱若平时来看，其实你甲这个人，你甲人生活会好些啊。伊耶稣来，耶稣来，伊伫咧教咱。然后我对耶稣，耶稣是我的救主，无毋着。真正伊帮助我的人生，互我规个直直咧调整。啊，伊伫咧教咱，毋是咧讲你的情况是安怎，你爱啥，毋是。你爱啥，你的情况是安怎，向提边啊去。要紧，你爱来看一个大局，做一个基督徒，做耶稣基督学生，咱伫咧学学看什么是大局。然后，大个人伫咧顾大局，那迄个大局是啥物？今仔咱来看讲，伫耶稣的面前，伫耶稣的心底，伊到底伊爱的是啥物？伊咧带咱伫咧看的是啥物？那耶稣伫咧教咱看一条路，上帝所爱的路。所以，伫遐已经是咧讲，我个人爱也无爱，我的情绪安怎样的问题，迄是咧讲上帝爱啥。咱的期望是拢无要紧，咱所爱的拢毋是遐尼要紧。你若要结婚，毋是讲结婚了后，我继续我个人，我过去都爱啥爱啥。即摆若结婚了后，就讲阮两个爱情，就爱去想着另外一个。即摆有囡仔了后，毋是我都要安全，我逐个都一定爱安全出去创啥？是讲即个家庭，即摆有囡仔，你的出入的时间，拢爱去想着即个家庭安全。你咧一个人生，常常拢为着一个工作，为着一个责任，然后咱一个顾的爱搁较大去。所以，迄个较轻重，有真侪时阵是较超越。真侪时阵，伫上帝面前，迄、那个价值超越种族、超越文化。那上帝所爱的是啥物？上帝所爱的是啥物？伊要对你爱的是啥？而且，马太六章三十三节，如果今仔日用的这个是现代译本，咱到时读一下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来。你们要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，遵循他的旨意。你们 ，OK， 好，不要加多几步来，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。恁都爱大声求上帝主权的实现，遵循伊的旨意。那的话，本是讲大声的求伊的国甲伊的义。所以伫这个节耶稣咧教咱一项，基督徒，你若要做上帝的子，伫你的人际关系、伫你的生活的顺序，但毋是干呐目睭、心思、意念拢伫咧讲我爱啥，我的追求啥，我的人生、我的工作，毋是伫遮，是爱把这个物件拢放伫上帝下面。上帝无爱把你的所有的物件给你拔掉，但是干呐要求一项，你把你即股所爱物件放伫上帝下骹，干呐安尼尔。所以耶稣伫咧讲，人的存在上要紧，第一要义，要大声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，搁着尊重伊的道理。安尼是咧讲，大声咱都爱。讨神的喜欢，大声基督徒的存在，你就要大声让上帝欢喜。咱今仔日讲，咱的人生，咱的生活，爱让人欢喜，爱让别人欢喜，
总是第一个要咱努力要讨喜欢的对象，第一个就是上帝。然后你若无上帝欢喜，第二句话耶稣讲，伊就会把这一切拢还你。台湾话的意思是讲，你所欠的咪伊拢知。你若大声吼，爸欢喜，天顶的老爸欢喜，天顶的老爸知影你的需要，伊会供给你的需要。安尼你让伊欢喜，伊让你欢喜话，你嘛是让伊欢喜。你满足伊的心意，伊满足你的心意。因为先用这款的运用伫你的家庭的内面，运用伫你的家庭内面。在你的家庭内面，什么人是你第一上要紧的？然后你的生活，你一切的态度，内心让你欢喜。我跟你讲，只要你的良心无叫到家去，你让伊欢喜，伊会让你欢喜袂？伊嘛绝对让你欢喜。只要伊的心也许是一个正常的人，你一直讨他的喜欢，他也一直会回报你。他会感激，因为耶稣咧讲嘅道理，天国嘅道理，拢足简单。但伫这个只啊，咱伫咧背嘅，唔通干那伫咧背一个圣经章。基督徒，咱逐摆嘅礼拜就是要努力，甲这个转化，甲上帝话转化，变做人生嘅生活嘅准则。所以，伊嘅话要成做咱嘅光。有人伫咧问耶稣讲。先生啊，所有的律法是倒一条上要紧？先生啊，圣经内面旧约的圣经先知的话，倒一句上要紧？你过当时你都爱纪念啊。当时啊，人来讲，某人拜托，听讲基督教袂歹，三分钟，甲我介绍恁的。恁的信仰好唔好？你唔通感觉咧要打卡想拢无？那三分钟咧，按你去咧分享信仰，你要分享啥？你要分享啥物啊？要分享一句话，要分享一句话。耶稣，人伫咧问耶稣，我是问耶稣的人，恁的态度真歹，恁是要掐倒耶稣，要掠耶稣的话柄的人，伊故意用试探。伊来接过耶稣咧问伊，实在是态度拢真好。但是耶稣佫伫迄个情况下面，用真水、真干净的话来应答。那你问讲先生啊，有法的中间倒一条上要紧？耶稣来讲，你着来先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，听啥？听主你的上帝，佫对咧？听主你。听上帝，满足上帝的心意，是伫咱的言行举止，但伫咱逐日的生活中间，大声予父天顶的老爸欢喜，因为伊是咱生命的创造者，讨他的喜欢。由于这个讲耶稣是上帝要紧，所以因为上帝那是真理。上帝若是亮光，上帝若是迄个上水的完善，然后伊伫遐，然后你若阁是一个信仰的人，你阁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，你阁是一个慈悲疼人的人格的人，然后不管你爱啥，到尾啊，你所爱甲上帝所爱，有一定啊，无一定，一定，绝对是一定。所以伫咱两个做代志，可能先后次序无共款。但是咱两个绝对袂害人，咱所做诶做诶代志绝对袂害家庭，袂害即个囝子，袂害即个社会。啊，若安尼，上帝有伊绝对诶心胸尊重你所做，但是即无论是你做诶啥物，就是要荣耀上帝利益啦。所以容神益人是基督徒一个真要紧、真要紧。所以人咧问你，你信仰诶中间，啥物上要紧？听上帝上要紧，对不对？然后，伊是第二句话是爱听啥？听主比亲像家己，安尼是听啥？爱听家己。
所以基督徒过来爱护伊，听家己，听你家己的身躯，听你家己的荣誉，听你家己的信仰，听你家己，你家己，然后你的家庭，你家己的亲人，你只爱你爱听，你爱真正把这个顾好。基督徒若无细腻，咱若对咱的亲人不了，有当时啊，浪漫比咱搁较有情。但是啊，大龙华比咱更加会晓照顾伊个时大人，家己个时大人安顿甲照顾死。我安尼讲过分啊无？大尾龙华绝对拢真够顾伊个时大人，大尾龙华真够顾伊个床头。伊大尾伫外口大尾，等来到伫遮，乖乖乖，搁真友好。因为咱要安怎基督徒通过耶稣甲咱讲的话，互相欢喜？咱毋免做一个基督徒，你毋免期待讲，你会当做到众人拢欢喜，无可能。爱记得一项，你无论你的人生，无论安怎样辛苦打拼，绝对有一挂人对你袂欢喜。洪进才，敢有可能做到予咱教会逐个人对我满意？敢有可能？不对，你免期待。所以我若做无你无满意的代志，你毋通绝对算失望。啊，洪进才遮尔好个人，有当时会失信，失了信用啊，袂会啊无？绝对嘛袂。因为我当答应人个代志，我真正我当答应做甲到，真正。啊，定定爱为着这一个艰苦心，所以耶稣来讲。心内忧闷的人，有好几点点，为了啥忧闷？为了咱家己做了无够，惹咱的忧闷；为了咱家己失信，咱忧闷；为了咱啊，感谢主，也佫有咱家己做了无够惹，知影讲咱家己也佫是软弱顽强啊，我是一个足平凡的人，感谢主。所以，会记得，你这个叫整个信用，刚才伫咧讲这个关系啦。这个关系要安怎顾好，然后在咱整个的关系中间，也佫伊的优先次序，也佫伊的优先次序。所以你若是上帝的子，你若是基督徒，咱的优先第一优先，还有啥欢喜？生命的主啦，创造生命的主，因为有一个咱的生命的起点，咱的生命的结束，然后咱的灵魂要对倒位去啊，还佫等于见伊的天顶的老爸。还要等去见迄个天顶的老爸，所以广东时咱要努力，让咱的天爸欢喜。才有一句话，耶稣上面一句话足水。我问这句话，你会当常常甲记咧，刻伫你的心内，挂伫你的额头，刻伫你的思想的脑海内面，然后逐日提出来用。马太七章十二节，咱用华语来读一下，好无？来。你们要别人怎样爱你们，就得怎样爱别人。Goodbye。你们要别人怎样爱你们，就得怎样爱别人。讲恁爱人怎样款待恁，恁也着安尼款待人。恁爱人怎样款待恁，恁也着怎样款待人。因为这个拜托。咱都要定刻伫咱的心内，然后刻伫人甲人互相对待。咱爱人怎样看待咱？讲话真大声吗？无啊，我爱人讲话较对我较温柔、较细声的。那安尼勉强别人，耶稣讲对你开始做，对你开始做样看，对你开始家己先把迄个标准做出来了后。然后别人接受到你，然后我对你的方式来，你爱人怎样看待你，你就安尼来看待人。哎呀，足水啊！所以，把你心内的价值，把你心内爱的迄个形象，拢甲做出来。来，搁一摆，把这个这句话搁读一下，咱们背来。你们要别人怎样爱你们，就得怎样。这个就是来建立一条，你若会当慢慢啊安尼做出来，你会得到别人欢喜，因为你已经把一个
有别于这个世界的灵，甲这世界无同款的，你甲做出来。你做出来，你是好，佮比别人较好。你做予我看，你佮做伫我的心上，我已经无影响的，无影的中间，伫咧受你影响，受你影响。我伫咧甲你学，学你的方式来对待你。所以，阿母伫厝内，请拢莫要求别人，对要求啥物开始？爱耐心要求啥？家己，拢莫要求家己开始。哎，所以，迄、那个囡仔若爱爸爸妈妈对你好，唔免他妈咧讲爸爸妈妈咧错，你家己创好，创甲，你家己若做好。我甲你保证，你的爸爸妈妈伫别人的面前，伫亲人朋友的面前，拢伫咧讲，阮家的迄个囝偌好偌好偌好。逐个人基本上拢看到家己的囝，啥个别人的囝较高水，啊，家己的囝较高水。对呀。这是真趣味的。囡仔若细汉的时候，拢阮囝较高水。阮囝也笑一下，哦，欢喜个。啊，这吼，我以前我家己做老爸是安尼，我发觉我即摆做阿公也是安尼。迄个安尼，用家己个较，但是吼，囡仔若到高中、高中了后，写个囝较好，用别人个囝较好。囡仔渐渐大到一个程度，常常拢看到别人个好，啊，就嫌家己。我甲你讲，这是无聪明个爸母。你就要继续讲，阮囝真好，恁囝其实袂晓好，你嘛故意爱甲找几项啊好出来讲予别人听，唔通故意找伊个歹投予别人听。你若投恁囝歹予别人听，伊会哪好啊哪歹？哪歹？后盖恁查某囝嘛嫁袂出去，到三十八啊，到四十啊，还佫嫁袂出，其实拢恁伫外口读无歹。讲到无人听，因为恁兜的恁兜的代志无人知啊，拢是你出去外口讲的啊。讲讲，你怎个讲？佮听到别人咧讲恁兜歹，你佮气甲不过调，其实拢你消息拢你讲出去的啊。我咧讲有影无影？我讲的是，其实恁若听人当个咧学了因翁外好，因某外好，其实拢无影，因翁袂晓好，因某袂晓好。迄拢是伊选择性提出来讲，啊人会晓选择提出来讲，是干呐拢在讲因兜的好，啥事你拢感觉在讲因兜的歹，安尼落去了后，规个家庭就变样啊，你敢知？所以你若对甲恁夫妇的感情若要好，定定爱讲对方的好啊，讲对方的歹，爱讲伊的好，伊无影，逐项拢好啦。但是爱故意提出啊出来讲，咱迄个亲密关系就是咧加济啦。对方真正袂晓好，但是咱就是要互对方搁较好，心里更舒服，咱就故意提伊个一寡好，来加强伊个好。努力做到一项，我对你好，请你也对我好。我对待你用这个标准，然后请你也用这个来对待我。这是耶稣讲的，恁爱人怎样款待恁，恁也要怎样款待人。这个我要得到你，所以我好款待你。我要得到恁，我就要好款待恁，然后拜托恁来来安抚款待我。我想这个，咱一个努力进入一个 I'm OK。伊话 OK， 我感觉真好，唔嘛你嘛感觉真舒服，我要让你感觉真舒服，请你嘛用安尼给我感觉真舒服。我想信用伫咧教咱一条路，其实会当把咱大家人捡到底呢，会当把咱大家人捡到底呢，无拄拄是偌济，偌尼水的道理。这世间上水的道理只有一项，就是听。是伫家庭伫咧讲听，上帝的国伫咧讲听。因为
就什么款的人会当体会上深上深的痛？好人得到伊的奖赏，会当体会到讲你怎会遐疼我？啊是歹人伫做歹了后，也搁会当持续感受到人对伊的疼。是好人最好来领奖，感觉伊得的疼较侪；啊是做唔对的人得到人的原谅，伊感觉疼较侪。变侪，对施爱的迄一边，应该拢平安的付出，但是伫咧领受的这边，真正感受不一样。真侪真侪父母注意一下，囝若考97分，考100分，哦，真好，一摆安尼哦，300、500做奖金。囝若考一个85分，啊，就气甲面色都拢变，因为唔通安尼。因为人安尼，你咧表明，你听，你爱的是分数，不是恁囝。你若会当恁囝考97分，你甲默默的、静静的；伊若考59分，你嘛甲叫来，尻川甲拍拍，甲揽一下。我甲你讲，迄、那个感受绝对是59分的迄个感受，非常强烈。因为伊要转来，摕这个分数要转来，是心就爆菜爆菜，伊就真惊呀。因为这个唔捌安尼过，唔捌安尼过，唔捌摕到这个分数，行到面面带，等于遐过会让爸爸妈妈都较让者，快点快点，加油，下一次买安尼就好，哎，这样是小事，当下把二个背起就好。我跟你讲，伊个行到无彩，伊个心会感受到是大人疼的是我，唔是分数。你我安尼讲，唔知你会当赞成无？赞成，赞成也给当个演员。对不对？当然啦。在咱的一生的中间，只有听，听是上伟大的礼物。在教会，在上帝的厝内，会记得。什么是咱的对象？什么是咱直直要得到的对象？咱直直要对象的，要得到的是啥？我们要迎娶的是人，我们要那个按照得到人，唔通为个只爱人的中间有真侪心灵是受伤的，在人的中间有真侪人，伊的心灵是很孤单的，但是上帝一听是嫁到咱。吃着咱，将迄个是一个听，牺牲的听，服务的听，为着你，为着你这个有罪、软弱、软弱、孤单的人，这个才有上帝的呼声，才有上帝在遐不断地咧传出一个信息，讲世间的人啊，上帝听你，上帝听你，然后上帝听你，变怎样表明，让伊感受到真正上，这个上帝，恁的上帝，让你听我。爱通过基督徒，通过教会不断那么咧装备，不断那么咧鼓励，然后无人直直滚外口直直去。所以，都有孤单，基督徒底下就甲扛住；都有受伤，基督徒底下陪伴、替祈祷、甲鼓励、安慰，然后就进来。所以，只有听上帝给人上宝贝的物件，还是讲要建立人甲人一个真水真。温和啊，真有信心，真平安，无压力。拜托你伫咧传福音的过程，唔通让人有压力。像什么叫做爱我？弟弟，恁若听我是用恁弟弟要照恁的方式来要求我，照恁的方式来对待我，还是恁若真正听我，是我需要啥，恁给我啥，安尼就好，就是种。是，不管我需要啥，恁都直接给我。这款来听，第一，还是第二种的，干呐？我需要啥，恁才给我啥，安尼就好。都这种的听较真。第一种啊，第二种，第二种，真好。所以你若真正听一个人，唔是你安怎讲，唔是你要伫啥，你要安怎表达，是注意目睭，注意看，心内注意思想，到底这个人是不需要啥，干呐安尼尔。
你真正的需要最少，人真正的需要最少，少啦。注意哦，人真正的需要拢真少。所以真正的爱，你不要很忙碌。真正的爱，就是伊需要啥，你无就啥，安尼就好。我就得真喙焦，来啦来啦，阮兜牛肉，来啦来啦，我抬一只鸡啦，来啦，我都足饱个，来啦，你都免客气啦，来啦，我都敢若足喙焦，就一杯茶，你我一杯茶，无我泡咖啡，咖啡较贵，咖啡较好，咖啡较高尚，茶啦茶2000-8000个啦，我都几乎都需要一杯茶尔啦，有得这种才是真正个听。他需要，所以人跟人的关系中间足简单，伊只有需要啥物讲啥物的话，安尼你就相归，爱就谢谢，所以你就不会很唠叨，你就不会很啰嗦，很在乎。咱常常咱做人做到上啰嗦的，最后把他管个煞气，阿不管你煞气，你都煞袂走，哎呦，我真是气死伊啊！哎，我很爱你，我就是。哎呀，哎呦，拜托的啦！你知道啦，你真正是决定会听，互人足自由，互人足轻松，然后你的关系足紧密，因为我伫倒位需要，你伫倒位出现，哎呀，水无比。由于请家这个会记，敢付出的人，敢伫别人的需要顶面出现的人。你袂输，你一定赢，而且你用真轻松、真轻巧的方式，伫咧赢得别人对你的敬爱。所以每一个人，我要拜托大家做一基督徒，你做较轻松，包括对你的囝儿，唔通听伊伤济，听囝，囝爱听无？爱听，啊！非常非常非常的疼囝，疼到互伊啾啾叫，逐项拢甲服务甲做甲好势溜溜，安尼感觉会疼。英语叫做 overdo， 对无老师 ？overdo， 咱台湾话讲，这个变得溺爱，华语叫做过犹不及，对不对？做伤济，甲无啥咧做，同款拢是含落伫两个极端的错误。适当做，咱来讲智慧，就是互咱进退得宜，抓着迄个适当的迄个点落啊。适当的点会当取得上水的平衡，其实迄个适当的点拢真轻松。会晓拍球、会晓拍乒乓的人哦，拍防无用，人咧都干呐安尼硬着硬死啊！不要拍球啦，那撞到都来，其他球拢拍袂好势。伤过劳动的人，做伤济的人，常常方法唔对。那要安怎样真正伫咱的人生的中间学着迄个用真轻巧的人生？但是你所做的每件代志拢足水，拢互人好乐，拢得着人的心。真正的疼是徛伫对方的立场替伊想，真正的疼是我需要啥，你伫遐出现补充我，安尼就好，安尼你就过你家己，我过我家己，然后你有需要甲我化解，我嘛伫遐，安尼咱两个互相得到一个真水的平衡甲 respect， 互相的尊重，我想，迄个真要紧。注意耶稣，一百只羊，耶稣甲倒一只放伫伊的面前。一百只羊，耶稣把多一只放伫身上，迷路的迄只，走出来伫外口无偌久的迄只，伫外口受伤累累的迄只，耶稣把他抱起只，放伫身躯边尔。剩的99只真好个，耶稣放伊自由。安尼知无？所以真正的爱，真正的爱。落在那真正需要的人身上，越多的亏欠，越多的伤害，受到伤害那多，花的多那多的人，伊爱得到
较少会听，还是较侪会听？注意想我这句话，受到伤害那多，那艰苦，还是犯的罪那重的人，啊，遇到这种人，较少会听，还是较侪会听？较侪会听。这个叫做十二个的听的方式，这个叫做十二个听的爱方程式。所以用安尼提等于用，用安尼提等于念。在你的身边，若有人你所听的人，若能正原谅难行的人，迄个时是你若需要陪伴伊的时，正大的人。我望大家人，我来替牧师祈祷。我拜时还搁一去，还搁高雄带阿秘书长做礼拜。我已经回忆一年外，阮有一群人。我望有一日，伊若搁站出来伫正人面前的时，伊才咱来看到伊，亲像一个牧师的款式伫咧讲话。伊真正是一个有罪的人，甲我同款是一个有罪的人。但是，拄拄因为这个需要较侪上帝的听，需要较侪安慰甲陪伴。伊真正是一个，即久咱大人对伊的评价，因为过去讲了伤侪句，到底做偌侪水的代志，即久也无必然。方便讲，尤其你看，伊讲伊真正为着台湾人做足济代志，啊，这是历史会当证明的事。但是即久要安怎样，互这个受伤的囡仔会当慢慢得到医治。我伫讲，伫大家内面台湾放话，咱都爱去听、去关心。我一个做过总统的，做台湾人来批什么？我想不应该，咱要用听去找到每一个受伤人，所以请替我祈祷，后壁伫伊的面前，下摆我若袂讲的是我什么话，我嘛不是我讲我咧爱讲的话，是讲上帝爱我伫遐传达的话。拜四啊，我嘛爱到中山信仰院，拜遐师兄，讲起要安怎做一个牧者。在台湾这个社会，特别搁伫原住民的社区，要安怎做一个牧者？也爱我伫遐来做规定，三地祈祷，上帝的心伫咱的中间，上帝嘛伫咧找你出去，真侪光，真侪盐，然后伫各所在有怨恨的地方撒下你的爱，有亏欠的地方，你要补足。我想听就是你感受到上帝的听，我嘛感受到，然后不开要见咱大家人，拢我上帝感受。哎呀，你这水搁紧张的老公，有你实在是真好。咱嘛讲，这个信仰实在是上帝，实在是真好。上帝啊，有你真好。然后咱搁讲有这份信仰实在是真好，咱搁讲有这个音乐教会实在是真好。大家人伫只互相伫咧提醒，互相伫咧鼓励，互相伫咧带动。因为我教会永远是咱共同的教会，愿上帝听你咱的三句祷。是的是上帝，我满心感谢，愿你会听在我的中间，愿你的话得着我，愿你的话成做我的光，成做我的引带，然后我就呼召我伫心内深深的所在，互我内面的黑暗惊吓，因为光照，然后遐变做光明，互我真正会当学着一项事。就是我的一生，上帝的邀请要让上帝欢喜。我得到上帝，然后上帝会继续对我讲话，是我的欢喜顺服。然后我的顺服就是看到我家己是上帝手中的宝贝仔囝。我爱上帝，若遐尼疼我，我爱学要疼我家己。然后上帝毋是干疼我尔，上帝佫疼我每一个身边的每一个人。若有欠过的，因若需要佫较侪疼甲安慰。啊！我恳求你帮助我，我会当疼上帝、疼家己，过会晓珍惜我身边每一种的关系。
那要紧的关系，我来拿老听啊，伊拿老吞落去，然后做成大家人拢欢喜的国度，这叫做上帝的领导。伫我的幸福教会，亲像伫天呢；伫我的家庭，亲像伫天呢；伫台湾这个社会甲国家，亲像伫天呢。我台湾真正是一个公益和平、正直、仁爱的国家。安尼祈祷感谢各主的名。